啊，咱今仔日啊是这个2021年啊，这个8月13吼、哦，啊，今嘛这个所在吼，就是为这个关山啊，这个庙哈、啊，啊，万福宫吼，啊，这个庙吼，啊，往这个核能电厂哈，为、啊、这个核三厂这个核能电厂啊，这个所在角头吼，镜头。啊，咱看到的，即马即就是迄个风力的发电的风车，哦，有三只哈、哦，有三台哈、哦。啊，即马倒手边即、这个吼，能量啊，即、哦、就是发电厂的即个主体吼、哦，基板吼、哦。伫个倒手边的顶头山顶吼、哦，啊，即就是即、这个垦丁国家公园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尖山吼，即、这个、大尖山，像个鸡冠吼的形体。啊，咱若甲看到这个山头吼，啊，为这个核能电厂才开始吼，因为核能发电吼，啊，咱就是这个电爱送出去嘛吼，啊，送出去拢用这个高压的这个电塔吼，啊，顺着这个山脉吼，啊，一直来送出去吼，啊，所以伫遮吼，啊，整个的山头吼，啊，都拢安尼布满着安尼吼，足济吼，啊，咱这个。高压电塔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为着要甲核能电厂，吼、哦，啊，诶，这个电，吼，啊，往北送去哩，吼、哦。啊，伫咱这个山头，啊，诶，这个下卡，吼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龙卵潭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龙卵潭，吼，啊，这就是有哪供应规个恒春地区，吼、哦。啊，一个饮用水，吼、哦，啊，甲灌溉，啊，诶，这个啊，一个水潭，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啊，伫这个恒春遮这个边缘，哦，遮见落雨，啊，所有落雨的水，啊，无啊多一个出入海里，啊，拢总会先流来这个，这个龙卵潭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大潭啊，遮吼，啊，遮来啊，先做。做这个存积，哦，啊，等下较好天吼，伊家己主动来慢慢啊排出去这个海，哦，啊，即马这即马诶，这个山脉吼，远远诶山头山顶吼，啊，有云吼，看袂中，嗯，这就是核能电厂的两粒机啊，吼，主机房的机啊，嘿，啊，风车，啊，风车，啊，为这个第三机风车后边吼，甲看去吼，啊，迄、那个这地，啊，看去后边这地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鹅銮鼻哈，鹅銮鼻的顶塔的所在，嗯，伫咱这个镜头的这个。啊，正中央吼，啊，这个鹅銮鼻顶台所在吼，诶，即马这个相机放大倍数，啊是光学10倍哈，啊10倍拄啊哎，安尼看袂足清楚吼。